学生的婚礼，尤其今天他们也算是我们训练的 family， 因为他们的介绍人呢是我们训练的这个同事啊，所以是算是 Steven 加入公司认识的同事，同事的大学同学，然后成就了这段姻缘啊。Steven 是我们公司负责全球行销的资深经理，人能干得不得了。通常呢，我讲一段话，刚才我跟他开玩笑，他就把我这个梗端上来了。通常我拿麦克风，没有30分钟放不下来。这个更厉害，这个拿麦克风呢，是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今天是决定要选一还是选二。Steven 的口才是非常非常的好，他的presentation skills， 他的英文，还有他的科技的了解是非常少见，在台湾，尤其在讲一个品牌这样的人才是非常非常少，所以我们非常很开心他跟我们已经同事了7年的时间了那当然我们就基本上是会问了，就是我今天在他们面前，大家可以炫耀一下我32年的结婚了 ，OK？ 所以我想说，这么能干，又永远是个 big smile， 就是你看到 Steven 他永远就来招牌一下 ，OK？ 来就是这样，就是他永远是令人开心的一个非常有热情，对生命、对生活、对产品、对他做的事情非常有热情的人。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出货呢？我们公司出货最重要了那大家今天看到新年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有一句话说，活得越老领得越多，咱们还是等得越久等到的越好 OK， 新年加码掌声鼓励一下，这不是给你的，这是给新娘的新娘加码丽丽。当然我跟丽丽不是很熟，所以我对丽丽的了解呢就得从今天的新郎身上来了解他刚出题目了3个印象，第一个勤劳兄弟，第二个是贴心，第三个其实非常重要的是非常孝顺父母体贴长辈。那嘉华是一个非常有热情，对生命对人生是一个拥抱，非常拥抱的一个女孩。那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是天作之合啦。那嘉华我要跟新娘报告一下，我走过来一边了。嘉华是永丰余生计的会计，我们家就是永丰余生计的，能不能打折一下？天我照着喽！各位打折一下，我们全公司都要打折了。所以呢 ，Lily 她是会计。那他之前也在会计师事务所，所以呢，他这个 Steven 是个太好的事情，男人嘛 ，Steven 他的方法是把钱交给老婆管理，就对了，这辈子呢就什么都不愁所以他们两个其实也都爱做菜，但 Steven 做的只有煎蛋嘛，那这个 Lily 就真的很会做菜，所以一开始就把 Steven 的胃给抓住了。那我觉得最令我们感动，至少令我是当初丽丽在开介绍的条件给我们的同事 Puris 的时候说，介绍这个所有条件都要好以外，一定要孝顺父母。那这个在我们 Steven 身上听说是过关的。这个掌声是给新郎的吧？所以我想今天最值得开心的一定是双方的家长，因为对新郎的家人都是一个很棒的女儿，对新娘的家人都是一个很棒的儿子。我最后一句话，我知道双方的家长希望的是除了多一个一家多一个女儿，一家多一个儿子之外呢，两家都希望很快可以多一个孙子。所以我们来一起鼓励一下，希望他们可以早一点让宝宝妈妈抱孙啦那最后就是再次恭喜今天的新人新郎新娘也希望今天归来有非常愉快的一个 party， 谢谢大家。好了，三个孩子，他们有在教哦。
Thank you.